是想在原地调整一下。哎，一个漂亮的人挑起过人，哎呦，直接选择是右脚的外脚背，应该是这个球，对，这个死角，门将的预判是很准的。这经常一路从左侧突过。不好意思，故意让这一场在妈祖木特的后场又一次获得了一粒小球，我的手要被冻死。这一球还是有一定威胁性的。小别有空，让他又怎么又怎么？这一脚能否进球？如果进球就让绝杀，他直接盖住了门框。最后一次进攻，最后一次进攻。火山进球是由角球打出，过远射。现在凤梨火山来打一脚也是哎呀，横梁弹出，这球打中了横梁。哎，很漂亮，这是由凤梨的队长周云迪将球救出。啊，周云迪也是有铁血后卫一生，他特别擅长救球，比如说飞速回跑、将球铲出等情况，他都非常拿手。这时候凤梨发角球，他们能否抓住这一次机会来追平比分？拭目以待。我们看一下，由曹越发角球，想要打算直接进，球进了！曹越一个角球，由七号前锋在禁区内将球顶进。牛逼！凤梨很猛啊。加班左脚有伤，不错，秦子涵一个人突入，哦，但是射门的时候被查尔直接右脚精准拦截，但是这一球还是给到了凤梨火山的角球，由曹越砸角球，看这一球能否有所建树。哇，曹越角球直接进球，非常漂亮，凤梨火山扳回一分。陆鹏长待在原地，我们把镜头拉近看一看。哎，等一下，不行，球给到了曹越。喂，曹越有打门啊，这时候拿到球之后立刻组织进攻，给到了右侧的沙本，沙本的后侧上来了，还是应该是周云迪，又是一个非常干净的铲球。周云迪算是应该是所有参赛球员中铲球最干净最利落的。门将挡住，门将一个大脚开到前场，虚了，哎，一个漂亮左脚，但是有守门员抱住，应该是碰倒了，被防守队员碰了一下，导致球速降低。好，他们终于现在进攻了，多人上场。
凤梨火山是一个老队了。哎，这一球由门将扑出，哇，这一个门前争抢非常的漂亮，这一系列非常激烈，凤梨做出了非常漂亮的防守。我一开始敢死队这支球队对于很有，相比来讲很有这个竞争力。哎呦，这一脚！裁判吹哨，显示是一手球。凤梨火山现在追回一分，场上比分为4-2，现在距离比赛结束还有8分半的时间，甚至有人觉得它稍微要比标准要大一点啊，可能是因为小场的缘故，但是呢对于刚刚袁术的那个位置来讲，门将想守住球是很难的一件事情。然后现在是由秦子涵在左侧的在半场的中间，又是秦子涵脚下，有周云迪在边线，哎，有曹云给到袁术，袁术这个位置，哎，球进了，现在场上比分扳平1-1。哎呦，邝永红，邝永，邝永现在有3+1出来了，哇，这，哎呀。因为如果是杨成祥那不太好，因为杨成祥现在已经有一个黄牌。啊？9号。啊，我不知道，待会再问吧。场上没有一个。哎呦，又是秦子涵，差1点。这场比赛说的话有点很精彩。哎，你觉得现在最精彩的是哪一场？啊？角球的危险性已经很大了，很大了，很大了。但是本场比赛仍然没有一个角球进球，哎，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哦，由唐东赫挡出来，要补射失败。哎，由榜一刚刚想勾回去，但是变成了一个没有太大角度。哎，哇、哦，秦子涵只是靠着自己的速度，然后在敌方前场的3/4左右又是一脚。是他和他第一脚打出的很像，现在是很明显，我不敢提前了。有没有想到拿到球那种就打出去跟打棒球的一样，是打一个节奏？啊，又是袁术拿球直接右脚，哦哟，这个角度，哦，天哪！我的天哪，没想到啊！哦，不是，是博卡的解围，看样子是。哦，有点紧，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有点紧，作为一个防守型后腰，在球都没有落地的情况，在弹起来的情况下，直接一脚，哇，这一脚直接我觉得能入选这一个赛季的这个十佳球了，我的天哪。哇，凤梨在3分钟之内连扳2城，将比分打回了3-3平，所以双方现在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啊，这是博卡的传球失误，但是从边线的地方拿下来了。哦，就是成功在前面挡下来，给到了袁术。袁术想抢下来。但是这个挡得很严实，哎，我的天哪！哎，啊，后场现在就剩一个邓博宁了，但是邓博宁还是安全的将球解出。现在球是在曹越脚下，又给到了边路的秦子涵，
这一球我看这稍微有还是很有希望的。在前头选择控球，哦哟，这球完美控球，但还是被挡的意味真太多了。啊，这是好吧，我没有看清到底是谁捡出来，应该是凤梨想传中，但是可能是将球推了起来。现在是比赛已经进行了五分钟，已入网两球。好，现在是由风力火人进攻，由秦子堂的左路带球，这是哎，晃开了队员，哦哦，球进了，球进了，啊，将比分扳回一城，2-1，也是波卡呢也会稍微有点傻眼，因为没想到在前场，在后场人很多的情况下，居然也被风力捡到了空档。球。被凤梨火山的后卫解除了底线，观众往后退一退。这球再次由奥伊斯解除了边线，手抛球抛入禁区，可惜球权在现在球权在凤梨火山脚下，发起反击打门，球进了，一脚在己方底线进的边线球。引起了反击，姚晨，姚晨一脚把机会挡出，王志涵，别带，王志涵被超过去了，形成了一脚反击，再次打门，球进了，由1-2落后到3-2反超，只用了2分30秒的时间。开始盯人，还是盯。在观察 VAR 之后，看见此球手球，现在能进行的只有你了。人强，现在能进行只有你了。你进去就掐住了、啊，往那边挪呀，刘成。那人怎么了？让他稳住，爷爷。现在由凤梨火山在前场开任意球，刚才在五花村防守中发生了手球，要打门，直接打门。球在经过了两次折射之后。干净的球网，球在经历了皇家足球的防守队员和插上的进攻队员两次折射之后应声入网。